我们之间除了当兄弟，你还想当什么？我觉得我说停下来，听到没有？哥要做，老爷做。哥，我终于做到了。小伟，你不会是一个人的，你不用自己一个人撑着，我可以照顾你跟小宝。小远他喜欢男生，该不会小远喜欢的是你吧？我喜欢你，我喜欢的人是魏田，我喜欢我哥，你给我滚！兄弟，搞什么鬼啊！听我说，对不起。全世界只有小远对你这么不领情。我现在真的搞不清楚，你对你喜欢的我对你的感情到底是什么？所以这个决定可以这么轻率吗？我必须要想到未来吧。他的未来没有你，你愿意吗？小远，魏准，等一下。你来找我是因为你觉得愧疚吗？还是因为你在乎我？不是，我很害怕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之间除了当兄弟，还可以当什么呢？在你身边的感觉真好，在哥身边感觉还不好是怎样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哥，你干嘛下床乱跑啊？我的世界只为了那个人绕着。你是不是知道我喜欢男生的事？你知道那种心里装着一个人的感觉吗？装一天倒还好，你试试看一个月、一年，甚至是好几年，我们好一点。我这辈子会倒贴。只有一个人，我喜欢你，我喜欢的人是魏田，我喜欢我哥，给我滚！哥，你让我想啊，我也痛苦啊！不要再把心思放在我身上了，我这一生的轨迹，用魏田两个字就能贯彻始终了，但我没有要让你负责啊。一直都会在吗？下半辈子让我照顾你好吧。